现在打开，时间是9:11。我在你后面。这里有排队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是我们挡在路上啊。这样放车很危险的。怎么？咦？冲过去就对了，走哪边啊？没有办法的话，就直接溜到第二个。哪里可以溜啊？溜左边还溜右边啊？走后面还走前面啊？但那边也很远呢。你确定不是走这边走后面吗？那就要再走回去啊，也可以啊。哪边逆向？还是得往右走啊。是，只是刚刚那个要走蛮高的。这边也是。好累哦，这种最费力。那不是更累吗？那是上坡，身体更累。哎呀！怎么办？那你跟他讲啊。我们后面，他在我们后面，他摇过来，快热死了。反正他上缆车也是要拖，所以就拖了。他不是要拖一脚而已啊，他不是要挂，他好像要挂着上。好像是哦，不知道他。好热哦，你要挂着上对不对？一只脚还好吗？而且只是挂着。好热哦。它有短板，刚告示上有写短的不能滑这个上面。哼，好热，很热，太
太热。错了，不应该看天气阴阴就穿这么多。太热了。热身完以后，直接看状况，然后再决定要滑第二次绿线，还是第三次可以滑那条红线，那个缆车，这条红线。然后要是红线觉得也还好的话，滑第二次，接着可以坐那个箱型缆车上去看看。箱型缆车上面的话是一条黑的，没有没有，谁叫你去滑黑的？都走左边，左边都红的，就是这一条的。我们缆车通顶的上半部有一小段是红的，接下来都是绿的，难度也不是很大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看运气，就是要是我们真的有办法滑到上面的话，我们可以试吃上面的产品。嗯。不然的话就是有点凉，水拉上去。有一点凉。那你的腋下嘞？没关系，那还好。我是正面吹风，所以完全。他刚讲话你能听到吗？我说他刚用广播的。有。你有听到吗？有啊，我在你后面而已啊。不是，我是说 Junior， 你是听到我讲话的声音吧？我没有戴耳机，我怎么可能听得到？没有，你没戴耳机，你现在手机把音量调最大。他现在不想拿手机啊。我是说你只要放着而已。不过那是紧急用不用的。你都不用听音乐啊？没有哎，我们都在听音乐。我们只会在叽叽呱呱。我在听。你想打我？对，你唱的我也听不出来声。The stars。有，他以为他。就是那个啊，那个啊。马戏团那个哦，怎么只会这一句啊？没有别的吗？因为其他没有几个词。嗯，这中间的联络道，很平哦。是这边下来要去回雪之广场，也可以滑这个，中间会接。你是怎么背起来的？我真的都不会记得，我要滑很多次才会记得。我没有办法看一看图就记起来。我事前就要看一次地图啊，事后会看一次。习惯会这样啊，他的思考模式是这样啊。而且我回去都会对一下 GPS。
去旁边热身吗？不。要啊。那不行啊。抓呀！脚不太能转，想转膝盖。先转上。然后转好难转。我的镜头上。没有，你的也没有。好了，好了吧。啊，这一下去好斜哦。先去对面好了。那我想从旁边，自己在紧张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今年的雪比较不多，所以这里好凹哦。找到。怎样？哎呀！随便啊，一直滑下去，回到这个站。左边还右边？左边啊，我觉得一开始觉得有点生疏。对，废话，一年回滑是怎样？哎，这里怎么那么那个？哪个啊？滑慢一点、啊。我觉得我两脚还分隔很远。好。我觉得我鞋子可能要调一下，可能很松。
可以啊。你在等我们哦，走啊！哪一个？你要去哪一个缆车？哦，热身啊！你先走，因为我滑得很慢，好，我会刹、啊，我滑，所以你先走啊。那你先啊。快走。不确定啊，哦，我想说这直冲会不会太早？
脚趾头在里面要抽筋。对啊，我刚刚脚底板有紧张用力，他上半部有点斜，比去年斜很多。是吗？对啊，就一开始那个斜度，我觉得我可以，我们这一趟滑完就去滑旁边那个红线。那我大腿已经有酸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大腿有太慢了啦，好太慢。不过没关系啦，管他的。focus， 然后就是每一个都很紧张，你就会这样很酸。但右边不会，左边酸哎，有酸的感觉，完蛋了。怎么那么快就酸了？没关系啊，小心谨慎总是好的，毕竟这也才是第一天上。后面就有肾脏接触啊，一个真的。我是一开始也觉得那个斜度吓人。不是，而且我觉得我的鞋子可能要再扣更紧哎，我不太能动哎，我还是就是动不了板子哎。动不了什么？板子。动板子是用，不是你要用什么的板？我的脚在里面动，但是板子没有动。脚不能在里面动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跟你说我要调一下鞋子啊。哦，我懂了，你绑太松了。但是我已经绑很紧，前面我知道，我就觉得有点不会动。对啊。不要，有人牵狗狗吗？你觉得要牵过来这边吗？不用吧，等一下我们滑，我们可以滑旁边那一，我们下一次下就下右边那个缆车，可以去第三趟滑那个红线。因为我觉得搞不好那个红线也不觉得红了，因为这个绿线上半部好抖，很抛啊，抛。对啊，这样叫很抛。还算 OK 啊。就觉得速度慢慢。没有，我看不到可以接过去，到最下面才接。没有，有个地方不是左边右边，上面那边可以接啊。然后那是往上的啊，可以接过去啊。因为之前血量不够啊。总之，第二趟还是滑滑跟第一趟一样的线，然后下到最下面的时候才坐另外一个缆车，才可以去到那个红线。看不到，你也有一滴，那个是镜头拍不到的，除非大到像一颗水，那才拍得到。哇，好一点，没那么热了。哎，好热哦，受不了。我觉得里面流汗了，然后就开始变凉，好热。你现在在，你刚滑有流汗了、哦？没，刚刚之前的流汗很热啊。刚很紧张，然后重心往前就好了。就是头往前朝的时候，你突然间就觉得好像蛮好控制的。但是你往后的话，就会觉得一直很危险。我没有往后啊。你后座，你刚很后座。是什么？真的非常后座。但是我的脚很酸。因为你后座，然后又要用力挤，所以你很酸。看你那个脚要这样弯也是很酸的，你觉得？不会吗？你脚不会酸吗？还好，你那很低耶，那是蹲而已啊，蹲就会酸、啊。我蹲吧，有啊就很酸啊。没有看清楚，不然这次我跟在赖美华后面好了。真的吗？哦。借我跟你讲。哦。我已经习惯了。有一点点，你说很少人叫你三个字哦。对，公司也高兴。接下去哦。不然还有一种称法就是赖皮。赖皮很难听。我们公司里面有一派的人会叫这个。杰啊、哦，会叫别人。杰啊哥啊，弟哥。弟哥哦。对啊，因为乱喊一通。台湾人常会这样。我觉得下面的，等一下我要拉拉链，我要把它收起来。
我要去旁边穿鞋子。我要穿鞋子，我是说要检查一下。你弄你的，然后你先滑，我来拉拉链。但是看起来都很紧了呢，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右脚特别难动？第二个扣子，第二扣跟第三扣最重要，尤其是第三个。你从上面算还是下面算？啊？你从上面算。上面算第二个。我压不下去。你最上面松紧带，你有没有绑紧？有哦，我第一个根本松掉了啦。你好危险哦。所以我刚跟你说我鞋子很松啊。就有感觉我鞋子很松。你 OK 了吗？你 OK， 你可以先去慢慢的适应。走哪边？走左边啊，走一样的路。你不是要这里换路哦？不是哦。是这下面才往右岔去坐另外一台缆车。哦。现在一样走同一个线。这个雪道。等下。没有走这还是走这？同样的线，这下面才走另外一个缆车。Thank you.
站着我脚就酸了。这样这一趟就不会酸了吧？会，站着就酸。我只是鞋子有比较好控制了，但是站着就酸。这几个人的。斜度跟这个斜度，真的、哦、不红哦，这是红线啊。这样就叫红哦。对啊，也还好吧。从那边下来的。对啊，刚从右边下来。这个是上半部绿绿的，下半部红红的。但是就还好还好，这个再滑两趟，我们看我们可以上去了。怎么会不见？拉链都有拉着吧？他们是故意在这里打滚翻滚，还是在这里？这是在他们在收棒棒，他们是职业、嗯，不是收，还是他们在擦棒棒？收吧。他在写记录还是什么？嗯，今天温度就刚刚好，舒服，不冷不热。有点热，穿太多。哦，你穿了中层啊？你就说你穿了两个内层，所以害我就想那么冷啊，那我就穿了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说没太阳就两个内层，这样下午就 OK 了。结果上午就没太阳，我看我今天整天就这样。太阳啊，云好花。他说一点才有，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这也是在收、啊，还是他们在测深度？没有吧，还是拔？哎、欸，他们在那个转转转，不知道是往下转还是那个神秘的工具，转转转。嗯，滑得很 happy。哎、欸，这个是那种后脚跟会脱离的那种板。哪一种？你看它的后脚。啊，那个是、那可以蹲下来的那种。那可以爬坡。好，为了要爬坡。对，那是为了。是踩着板子往上爬。对，就是一样啊，这样这样这样啊，就可以爬坡。我玩过，超累的。啊？超累的。那比一般 ski 累，因为你要爬坡干嘛？那是他们就国外说那个比较像是一种 workout， 就是一种哦运动哦。对。又有玩又有运动。非常运动。就是我坚持只花要坐缆车的。他那个是真的是，比如说像这种可以慢慢这样爬上来，就自己。哎、欸，这个比较适合机位。你在上面先习惯以后，后面抖一点点，你就可能觉得还好，而且又宽宽的。反而这条比较像绿线，上半部。嗯。不过这也蛮多人的，我不知道在干嘛。他们不会擦棒棒办那种小比赛吧？就是要走从棒棒的旁边转过去那种。不知道。一种活动。好吧。很多人呢、欸，这边。检查年血。没有。来着，浪费我的滑玻璃，现在要往上。
右方是不是？对啊，右边。那就浪费，那滑下面。这个缆车你一直不回答他，等一下要坐这条缆车，对，你要在我后面吗？都可以，你滑就对了，你先滑，我怕你太慢会害我很紧张。那你要怎样啊？我还好吧，你看起来。你等一下，只有一个东西可以改一下。哼。嘿。我们现在滑同一条。嘿。你转弯不要，转弯不要转太久。哦。你啊，你要转下个弯的时候，你是突然转。我是立字型，是不是？对，你比较立字型。好。你试着在你感觉舒服的时候，想成是画成圆。哦，好。然后你这样也许会觉得比较舒服。你要戳哪一个洞？感觉你要戳我的洞。来这种。
想说你滑得比较快，我们两个下下来跟你穿好下下来应该刚好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就我刚滑的觉得怎样？怎样？这还自己的感觉不懂啊，对，就还在热身啊，看还在热身，看路啊。嗯。对，我刚刚那边跌倒。有啊有。有啊，就你滑太快，然后可能没有注意那个棒，你就看我外前面，然后就没有注意到棒。跳了一下，就这样。你说最旁边他有跳跳吗？跳跳。左边还是右边跳？没有，还只是一般的不平，就是一般的这个。哦。你们那个就会过不了。不会，就是你可能就吓一跳，然后就倒了。哦，只是自己吓了自己而已。对，重心有维持，其实就没事的。对，因为我们的前面跟那个不一样嘛，所以你的重心一定要抓很平衡的。嗯，就是像你们的话，可能对，就是你的前面还是前面，我的前面是我的左边的。哦，方前进方向就完全不一样啊。就是以我看影片啊，我就是我分辨。滑雪板的人，就是初学或者比较没有初学，就是看看这种比较斜一点的线。他要是后脚站很多，就是身体很靠后脚，就是蛮初学的。就跟我们后座一样。对对对，我就是只要身体往后缩，全都是比较初学一点。这个、啊。对啊，这个很悠游。对啊。但是他板子是那种斜的。没有他。他们的设定都有好多种。对啊，你的是平衡着的，他的是斜斜的。哦、啊。他就比较常滑一边。他给我调这样。然后。那我可以调这样。但是比较初学一点，就是八字脚。对。初学要八字、啊。因为这样会站得比较稳。自己以为比较稳。不是自己以为，那个他们就是这样讲的。是啊。不然你在捷运上你、那個，你这样站也会比较稳、啊。嗯，那个那套衣服很像是那个、欸，跟那种身材有点像帽。你说谁？那个帽。哪一个？在哪里？已经滑下去了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因为你们脚会酸，你们就只有做这个可以休息。你平常在那边很难休息，就除非拖板。我们是随时可以跪的或坐的。我们站着就酸了、啊，我站着就酸了，好不好？但我说你不能随时坐跪的或坐的、啊。对啊。我们可以拆板啊。对，你就得拆板，然后我真是不用拆板。但是我们拆了再穿上去，没有心理障碍。对。不会很想要舍不得，就反而不想拆。没错。那现在要滑到哪个缆车？哦，现在哦，现在我们回到中央了，这次滑这个红线啊，嗯，我们切回原来的缆车，然后坐第一趟那个缆车，广多拉对不对？也对，因为这边好像切不大回去那个大广多拉。好，走。我是说，我不知道切回去、啊、切不回去。再上去的。如果切不回去的话，就要滑第一趟绿线那一个那个缆车，再滑一次切回去。好。对。不大想要走，切切看。都很费力。如果切得了就切过去，切不了就。滑下去会撞到脚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先抖一抖热身。不要转。真的是没有人卡来啦。哦，不要浪费我们的。对啊，不要浪费我。抓不起啊！你还抓我？我知道。你就。你就是抓我，压着我，还要把我踹倒。幸好猪现在顶得住，不然他会骂死。哎、欸，这里可以拍照，等一下我们先拍一下照。好。太好。还抓我，抓着我过去，可恶。那先拍你们两个好了。好。好好笑。我们在最右边那边拍好。最右边。在那个蓝色的人的后面。好。拍吗？拍照啊。你看现在山跑出来了。好啊。上次有人就抛雪板，说他的雪板自带荧光，就像这个样子。什么叫自带？看后面那一个。哦。因为雪地很亮啊，所以它就变得会自己发光。哦。对呀、啊。站在这里好了。阿北 就在后面哦。你们会挡住吗？然后你在就旁边。好。我来拍照。
先穿吗？不用。先不用啊。感觉好恐怖。很恐怖。就那种飞起来的啊之类的。上面有。有挡住阿北吗？我根本没看到。只是现在那梅花后面有一个人出现，就是。哎，我们过。也冒出来了。耶！你这样一走，他就变成阿北跑出来了。等我一下，没关系，你不用回去。不用给三十几多个多人来了，走吧。你不要。你不要。没关系啊，等一下也可以拍啊。那就不是这个角度咯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那你下去也帮你们拍啊。各个，你要穿反，然后我们滑下去。啊？不管了，我要入中间。啊？我说不管，我就要在入中间，你们自己找路走。对啊。丢下啊。啊，等一下，你要往左边那边去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看你，我们看有没有办法切回去最中间的那个大缆车。好啦，啊，你等一下在那边要切过去的时候，等我一下吧，我看一下。好，路线，我们在还没切之前先停下来。对。那我们在很上面就要停下来了，留一点高度。好了，朱莉先走吧。
来了。啊？不要坐这台吗？要走的、哦，好累哦，不能坐这台滑下来吗？坐这台滑下来了。Jill， Jill， 这一台，这一台，这台了。走上去好累哦。我刚还好吗？我有滑比较大圈吧。你的右往左转好一点，左往右转比较好一点。啊？左往右转的时候比较右往左转比较好一点。你要记得画成圆。画成圆。这个很红吗？没有，有林间道。林间道会滑很累，会不会？是还好，恐怕是在梅花比较倒。因为林间道通常都比较不倒。因为这个缆车我没有，一开始没有预备做，没有准备。好热哦，算了，我就是跟着走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热，好热，好热。现在的这个缆车上去，这是种白滑的。对啊。其实我觉得可以直接滑左边，
那条红线。白华，我们现在哪里？不对啦，白华是黑线哎，白华上去是黑线吗？哦，不是，是红的。我们第几道？第四道啊，第四道这里啊。红线。第四道啊，我们是第四道这里啊。这个缆车。我们要切过来到这里。这样是五。那我们可能就最下面这边，他没办法切啊。不是，现在坐的是五号，我们现在坐的是五号。上午第一趟坐的是四号。这五号。对，我们现在坐的是五号。没有啊，拱多拉在我们右边，怎么是五号？五号拱多拉右边那条线没有编号的，对，我等一下，拱多拉是这个。我的是另外一个号码。哦，好吧。总之是白华那条线，白华黑线的下半部红线接点的地方，白华下车的地方。这条啦，这条啊。你有看到哈、哦？我们是这条。黑线接红线那个地方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在上面了。然后下来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往林间道，一个往红线。五号，五号。那你要往林间道，就红线下来了。对啊，红线可以直接下来。对啊，好热啊、哦！来看看上。然后这个坐拱多少上去，它应该有一个，有啊，它有 Jackie's Kitchen， 可以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去散腰。对啊，对啊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下来之后，坐拱多少上去就休息。然后黄线下来之后，先如果要休息喝水上厕所，接着再坐这个上去。没有啊，就是这个 ，no，Z， 啊，就是我们等一下是坐这个上去嘛，对啊，啊，我们这样滑下来之后就坐 lift 上去，坐这个港岛楼上去，然后再上面休息，然后再 Jackie Kitchen 都可以啊，先休息或后休息都可以、啊，因为这边的那个什么，哦，这也是有一个，可不知道看，就刚好上厕所那里啊，对啊，下面跟上面都是港岛楼的上那个场都有厕所。我是觉得有一点口渴了。好，好啊，流太多汗了。你也口渴了吗？一点点。我想喝热可可。好，这条线是我跟 Julia 都没滑过的。慢慢滑就好了。对。我觉得上次是因为雪下太多了，啊、太松了，所以教练没有带叫我们滑中间这条。对啊。他说他去探过路了，然后他说中间哦，就是很多颗粒滚滚啊。然后不是很平，还是怎样，就没叫没带我们滑。那时候你们才初学者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是去年的。去年那也还好的。去年一月。就就紧张的时候是初学者。对。他的 pose 就看起来就是不太一样。所以我算是初学者还是比较那个。我没有仔细看你的，但是。应该还好吧。你应该不会有那种他说的动作了吧？有啊，还是会吓到，吓到。我刚刚右脚碰到树干，就是树枝、啊，它有根树枝旁边的吗？对，右边的，它砰砰卡了一下，就不专心的时候了。我会不专心的时候吗？不会啊，我都很紧张。我们都很全神贯注。我都很紧张。不想摔。就是然后就忽然晃神一下。所以我们也没在听音乐的、啊。都很专心。对，你们好专心哦。嗯。因为我们这一不专心就后悔莫及，还是专心一点的、啊、好。有啊，有的重心抓坏就很害怕。这个林间道看起来也。OK。还可以。它、啊、太缓，你也滑不动。对啊，要推我一下的。没办法。我们自己的力道了，很好笑。发现我没有办法转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一直卡住，然后我什么东西啊？他刚下车就发在我身上，一直跟着我走，气死了，然后发着我。哎、欸，我还没跌倒哎、欸，我没有跌倒，我就害你跌倒了，好不好？他跌倒的话，你更惨，他搞不好会把你滚出去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人还不错吗？你已经不会慌张了，你如果慌张，你就刚刚就倒了。对，我就站好就对了。对啊。你就顶住。太好笑了。哎、欸，太阳又出来了。哦耶！现在再拍一张，再来拍，再来拍，而且这个。哇、哦，好多人哦。哇，我都小孩子，小孩，怎么都在这？好多人哦。没有，这是办了一个活动吧？小孩啊，很多小孩啊，你看很多小孩啊。他写什么？摩斯斯基场？没有啊。他们的那个吧，教学学校的那个。
在这里教学会不会太过火了一点？不会啊，怎么会过火？还是这是一个高级专家？哇，这里好高哦，你回头看。等一下拍照就知道了。等一下拍照。太阳出来了。哎，还是改变计划，就是中间休息，然后去拍那个下面那个什么塔来着？中塔、啊，随便你啊，你要怎样怎样。就拉到山下面休息嘛。好，都可以啊。现在才看不一样的风景啊。对啊。我们在这里很多天。哦，山顶的风景在这里。对啊。在贴什么？吓人哎、欸，看起来。要下去吗？这么高拍吗？这里很挡路哎、欸，这里路那么窄。我到石头那边拍好了。你过来一点哦。不用啦，这还能下？用不着吧？这里的搭手很能下呀。我们都是就这样拍而已。哦，对呀。好。啊，他也要起八拍。不要动。你不要把我踹倒哦。小心，小心。好危险哦！不用吧。好嘞。人像又拍不到全身呢。很圆啊，你也没有很圆啊。对啊，我在帮你看你有没有圆。因为我不是在走，是在沙发区。Thank you.
起来很累耶，这看起来就会累了，休息一下。那你下啊。那我跟在巨人后面。你去啊。为什么？我吓我自己。哎呀。我走了。好。我等这个人后面。很难看哦。对啊，有紧张哦。哎，会啊，有点抖啊。还好吧。哎，还在那里。你先好。走左边还是右边？还是只有一条路？只有一条路啊。哦。我先哦。比赛吗？是啊。刚刚有在放的时候，刚刚停靠滑的多，滑的很远，就是要过那个弯。嗯。继续往下，继续往下。哇塞！五十万吧，我听说了，今晚还有电视，还要参加一周的活动。
很累耶，这好陡哦。哦，很陡哎。真的，很累耶。如果你这样子的话，反而更累。哦。你说我在甩尾。哦。什么东西掉了吗？不是你的哦。トミー・ユナ選手、野沢温泉小学校、スタート。リブナンバー131、タイム50秒。好，啊，不是去广东了，坐上去休息啊。
还蛮陡的啊。哦，好累哦。该怎么说呢？还是紧张。你到现在还不敢身体弯腰，你蹲地弯腰往前一点。你一觉得恐怖，你就往前。你像老头一样这样。你先这样，你会发现这样子的话，你就稳了。然后你一样突然间退滑没有关系，你就最危险你就往前。然后你觉得安全，你就松开，蹲下站起来，你先学蹲下站起来。蹲下脚很酸吗？没有，你不要蹲马桶哦，往后蹲不是哦，是往前弯腰一点，身体朝前朝下这样。这可能要拍久一点，因为有中间不下车。那种是那个。啊，好热。有人下车才能转，才两个钟下欸、要不要我的？可是我的手套里面比较厚。怎样？我的手套可以借你。我的手套如果光是拍照还可以录。不用，没关系。不过今天拍照还好，现在拍照也手一点。好热哦。奇怪啊！我要擦一擦，我这面罩都湿的。先拿起来好了。啊，洗洗水。